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解32强的今天另外一场比赛啊，是由我们柯洁对阵姜维杰。我们现在依然看到了现场画面啊。好，这是柯洁。柯洁最近的状态不是很好啊。对，他刚刚那个失利了，在 LGB。嗯，还有包括之前的三星杯。是。但是其实他棋的内容下的都非常好。对，只是可能欠缺一点运气吧，我觉得。姜维杰九段。姜维杰九段是属于力战型的吗？对，这个他的姜维杰是鲜明的力量型棋手。陈耀烨九段。对，这 CCTV 快棋赛32强的产生是由预赛选拔出来的吗？这个比赛它一般都是看等级分。对，就直接是入选入围32强。对。唐伟星，唐伟星，嗯，我们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虽然说都就在对面，但是还是得有一台电脑才行。后面是童梦成吗？那个看不清。这个我很陌生，这个面孔。赵晨宇，赵晨宇啊，名字很熟。是童梦成，对，名字很熟悉。赵晨宇也是刚刚在三星杯吧，好像是输给了那个韩国棋手。这是同盟城哈，对对对，这个比赛也是单败淘汰，对，就输一盘就被淘汰了，对，直接就没了，一字排开。好，我们进入棋局，黑棋是柯洁，白棋是姜维杰，这两位棋手也是校友，所以还是比较有看点的，柯洁之黑。对，看看，好像又跟刚才那盘不一样，这盘就恢复到了一个这个常见的开局当中了。是。拖。撑。这个双方下的就没有下米是非常那么复杂的，就比较简单了。挡住。这个白棋。是拖完再顶的吗？那跟顶完白有什么区别吗？其实没有什么明确的，这个就先顶的话，就可以避免下米氏飞刀。拖呢，其实我觉得它传递的意思是不担心米氏飞刀，但是呢，黑棋一退的时候呢，白棋这个顶又是一个正常定式下法啊，所以实际上白棋是选择了这个想下米氏飞刀，黑棋是躲过去了，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之前有看到棋谱，这个棋就白棋爬一下嘛，然后黑棋退，对，然后这一下顶呢就不做这个交换，保留。其实也可以，这个就都可以，我觉得对。顶掉感觉要是我下我会顶掉，顶掉的话，很明显将来这个地方可以这个有点的可能性。这样的话一直放着的话，双方都不安定，都不确认谁能走着，所以走掉白棋也不太会亏，我觉得。然后这盘棋就出现了一个我们刚才说的顶完之后马上爬掉，这个就担心黑棋拐，是，虽然说是在我们的认知里这个布局阶段下的二路很小，而且还是后手，但是这个白棋依然要爬掉，说明这个肯定是应该算是有更新吧，在这个 AI 的视角里，所以大家我看都是爬掉了。现在那我们这个是不是预示着以后这个定式可以更新，多爬一下，有这种可能性。对，因为这个爬好像也是刚刚出现，没太久。这个爬，童老师是不是就是这次比赛出现的比较多，还是之前就？我好像是第一次接啊。对，因为刚才那盘棋也出现了黑棋，虽然说不是一样的，但黑棋等于说也是首个分析之后也等于拐了一个。这盘棋呢，白棋也是马上爬掉了。所以这个还是有些。有些意外，可能跟这个角的配置有一定的关系。对，是的。如果这个方向是白棋的话，这个爬对就还好了，不用走了。因为现在这拐，这个可能就很容易成空了。对。但是布局阶段多爬一个，反正要是不是说有这个，就如果单纯去提问的话，我觉得这个感觉也是需要慎重考虑的。因为总感觉爬在底下，对，多爬一个就多亏一个。对对对，是，这是我们以前一直的一个理念嘛。然后小飞手脚，黑棋尖冲，尖冲白棋贴一下，
先冲一下脱先。对，这两下交换就是走了调子，还是它真的是便宜？这个我觉得可能我们只能说是，客观讲可能是 AI 就是一种推荐吧。其实说实话，这个便宜在哪儿可能说不出来。嗯，对，觉得它还是一种模仿吧。嗯嗯，就这个很难去判断。对，它就是在后面的唯一的，我觉得可以说的就是将来你间冲它有可能会飞呀、贴种种下法。它现在就先试下硬手，因为他认为白棋怎么下黑棋都不亏，就只要白棋局部硬一个，对，他就不亏。这两个交换就是便宜的。就是、那如果是小飞手脚，那 就是无忧脚呢？那他也会进冲，这也会进冲，也会进冲、哦，是一样的，是吧？对，无忧脚也是，就是现在为什么大家都下大飞了呢？就是因为小飞被进冲啊、这个都认为白棋可能有点局促啊，就是这个小飞。对吧，都下大飞多一点。对，下大飞的会多一点、哦、因为小飞的话当然不能说无忧脚有问题啊，但是黑棋就会在这个尖冲啊，包括这正在碰。嗯，所以都没人愿意下了。这个尖冲是不是比这个还要更舒服一点？对，因为这个空间大。对对对，是。所以或者换句话讲，你在这儿都要尖冲、那你无忧脚那更要尖冲，因为它已经很扎实，可以从后上加后，对是吧？对，所以可能无忧脚的相对少一些了现在。嗯，然后尖冲一下。对。白棋是贴，对、哦，接下来是拖这个，没有走普通的挂角，对啊，很积极选择这个拖，这个拖在这个局面下拖，说实话也挺少见的，感觉上挂一个也挺不错了，是。他现在拖，一般来说呢，拖是在白棋这边有模样的时候，比方说打个比方，举个例子吧、就这样的时候，这挂角呢，觉得被一尖顶拆得太近了。当然，我是指它很厚的情况下。然后点三三呢，白棋挡又很大。所以拖一个呢，是你搬外边，那我就等于比点三三好。如果你去搬里边的话，那我又比挂这个被你尖顶了好。所以我要拖一个。这个一般是在白棋这边有模样的时候下，但是现在是黑棋有模样的情况下，白棋拖，说实话我也很少见。感觉正常挂角的话。这个配合也挺不错的，那柯洁是不是又有心得呢？不得而知。这个，反正应该是一个有想法的一步吧，可以说。拖的时候，白棋选择的是内扳，对，扳角，然后可以长出去。面对这个拖，白棋更多的是选择内扳，对，多于外扳，对。啊，如果是外扳的话，黑棋就长，相当于黑棋长进去，对，有点像那个。点三三，对，点三三。现在白棋就两种选择，一个是粘上嘛，粘上我一飞，那就纯粹是点三三了。这点三三的话，跟那等于黑先站的脚了。相当于黑的三三，白先冲啊，那个顶。那我先站的脚变成你先站的，我肯定不满意。但是如果挡呢，那黑棋一扳，等于说呢，黑棋迫使白棋做出了挡这边的决定。以及接下来白棋选择了扳，对，没有下长啊，飞。对对对，就等于说就被我给。操控了，所以他这个拖搬外边的话，就是有这样的问题。美食站选择的是搬里边，而且从局部而言，搬里边应该是稍转的局部。然后黑棋是对，所以他也愿意去下。好，白棋粘上，压的吧。好，白棋压，对对，白棋压。粘上的话，他可能要拐起来这个棋，这个粘上也是有的，其实。但是黑棋拐起来之后呢，黑棋这个模样就白棋会有点担心吧。但你要说这步棋他就。压一个就比粘好，我觉得也不好说。他粘一个也是本手，只是姜维杰觉得这边比较大，所以尽量先尽可能的再压缩他一下。但这个变化反正也比较少见吧。黑棋接下来扳到角，白棋再粘上，这个相对来说不常见。扳粘然后跳。对。然后这个时候，我是觉得白棋也可以考虑长一个，其实，这个可以考虑，对，因为他既然走到外面了，还是想长，我这个扳，又走回实地了，白棋反正就觉得实地我也要，头呢我也压的差不多了，就这样算了。然后拆个边，这扳边。算是一个比较这个应该不太常见的，对，一是不太常见，就首先拖就不常见，其次在拖的以后来说，这个拖这个压也很少见，也不是很常见，对，它肯定没有粘一个常见，是，但现在它可能跟周围的配合有关，哇，直接靠上去，对，
这个棋，说实话，我看的时候我还特意用这个 AI 看了一下，它好像是一选。靠这个是一选，他那个 AI 的推荐是先拆个边、哦、然后黑棋怎么跳一个他再靠，然后再靠一个，但局部来说他就是靠的、这个虽然说也不是第一次见 AI 下出类似的招了、哦、但每次下还是觉得有点意外、嗯、因为这个棋其实白棋说实话打入也不是说完全就死掉吧，不然让我下我只能说我很这靠有点心疼是吧，对，就直接把空送了。那不知道这盘姜维杰下这个靠的时候事先有准备，就是已经拿 AI 摆过，还是说因为最近棋手们都拿 AI 摆的比较多、嗯、啊，深得他的这个类似的局面确实有这一靠、嗯、但是就是怎么说呢，让人类完全的百分百的去理解他的招也不是那么容易，嗯，他只是明面上的意思就是压缩嘛，嗯，但是呢比方说你本来直接打入或者说什么点，包括将来飞过来说点种种手段、嗯、也许会因为这一靠就没有了。对，你像如果清霄以前像我们大概率比如在这个对会在这掉一个，那如果这个的话是不是对比这个就这个就黑棋可能不理他了，对对对，他这个就比较催促定型，嗯 嗯，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我掉一个你飞了一个，实际上不是靠搬、啊、然后长嘛，啊，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嗯，就等于这两手棋呢好坏难说，但是我掉着了，嗯，我就还行。好，那掉着的话，感觉还可以，可以 对，感觉还可以、嗯，因为正常走的话，黑的应该不会硬，对，是已经便宜了嘛，所以确实、嗯、有它的合理性，有它，那肯定还是有的，对。然后白棋，拆，嗯，这棋是跳出去，嗯。就是如果白棋拆黑棋再进冲的话，白棋也许会反击了、嗯、比如说正过来之类的、嗯、所以他这个还是有点道理啊，对，有就是有点适应手的意思吧，嗯嗯，黑棋是跳，嗯，白做一个，对，白棋就攻击获利，嗯嗯，然后黑的碰上来，这个双方真的是天马行空啊、嗯、然后、嗯，这个碰只能说从这个理解上是想这个先手防止白棋联络，同时呢自加强自身，嗯，因为他把白棋撞得厚一点也不是很怕，毕竟黑棋这儿特别厚，所以能把它阻度然后加强自身，现在是他首要需要做的事情， 嗯，然后的时候白棋也是一碰，这个感觉上两个人下出感觉来了，惺惺相惜两位、嗯，这个碰，这个说句实话就看不太懂，就局部不好硬，局部的话觉得比方说搬他往下搬，然后呢如果说比方你粘上我就粘上，这样呢就普普通通了，也没什么，白跳一个，对，就反正比较平淡吧。哦，黑棋有可能搬在这儿的，这个黑棋可能是搬在这儿的，哦，我看懂了，刚才那个棋形我突然看懂黑棋的意思了，它应该是搬在这儿了，嗯，如果你要搬下面的话，嗯，这样呢我这个跟上面连上之后，你这两个子儿可能就会在我的这个计划范围之内了，下面也无所谓，然后你往上长或者怎么样的话，其实我觉得长白棋也可以考虑，总之就黑棋下搬，那我就搬住，这也没啥呀，然后粘上，我就虎一个，对，你再挡一个，点一个，点我就算了，立下来，嗯，然后把这个挡进去。那你如果挡的话，我觉得你就别走这一下了，啊、哦，嗯，这样有可能对那边有点薄，就挡住，嗯，可能这样他觉得也还行，嗯，这个图，这个碰还好理解一些，这个碰不太好理解，只能说是一种心情，一种去向吧，是，嗯。这个姜维杰也陪着这个柯洁下一些精彩的碰下法，碰一个。我这个外靠的话是在脚上小跳的时候，也是比较常见的腾挪的手段。嗯、一般来说，在无有脚的时候多一些。嗯，在单关手脚的时候呢，其实碰在这边会多。嗯，但现在这个方向它不会碰了，所以既然它不会走了，它觉得这边哪怕把你脚撞厚一点也没关系了。正常这个碰被虎。还是要亏一些，因为把这边卖了、嗯、包括打入嘛，但现在这边也没有什么前途了，就算了，而且他主要可能把重心放在这边了，嗯嗯，这双方有点像神仙打架的感觉，黑棋是虎，嗯，白棋长，嗯，黑棋立，
其实黑棋这条就脱先了，我觉得也不是不能考虑，这个搬就给他搬了，就退一个，也是一场战斗。但是实战黑棋这个力啊，显然还是比较狠，我实控也不想给你。这边呢，我也不觉得我是下风，就算你这两个字多了，我还是这个纠缠住你。然后白棋是搬下面，然后黑棋搬上面，对，黑棋肯定还是要搬这个头的，刚才搬下面肯定是不对的。就白棋这两下的交换，走个先手，让这边作战会更有利一点哈。对于白棋的角度来说，我多两个子儿，我肯定作战有利。作为黑棋来说呢，你多俩子儿，我也不怕你。就黑棋还把实地给围了，对，而且你还损了点，所以这两个人才能达成共识。各有各的满意。对。搬黑棋粘白棋是长。对。所以能看出来，从招法上来看，双方对这个头的判断，还是最大的。头还是。那直观上感觉白棋还挺真的，挺舒服的。对，就是这个长起来，如果不怕反击的话，应该是可战的。是。这个打了长是一点都不担心。如果就是打了长的话，应该是怎么走呀？准备。就我觉得你白棋会冲出去吗？冲我就跟着冲吗？反正我觉得我要是白棋的话，我也得还是先回去抱头先算一算再说。这回去那我再走一个，感觉也是可以考虑的。这个如果冲我就跟着冲，那你冲到最后这两个子要死了。感觉也是可下的。这个棋是不是还是会出来？那我就冲嘛。冲再冲，然后再顺着长出去，这是什么？会不会跳下来了？跳，我先把这边连回去。对，那就是真正的乱战了。连回去，我先拐死还是先出头？拐死吧。拐我将来贴吧，贴可能好一点。贴我长，然后再出头，是哪个点出？这个？这就不知道了。这就反正就很混乱了。但我觉得。我感觉是黑棋稍微有利一些。但实战柯洁也没有选这个，他下了一个跳，这个跳呢，那白棋肯定是等于说我长给你跳就好，我肯定是不怕了。所以不知道为什么柯洁这不敢上。站上安全了，然后再来穿，他那个思路跟我们不太一样，他是我等你补好了我再来。那这个时候白棋如果冲的话，黑棋是挡住还是就挡住吗？挡住，你又断不了。挡住，那我拐回去。我再贴上面，他还是走上，他还是追求这个头，这个对中央的控制。他就想让白棋，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让白棋怎么应一个之后呢，这个点起到一个收气的作用，然后再贴住。他也不是要断上去。对，他既然已经跳了，就不会再断了。这被冲了一打了，对，所以他这个想法挺有特色的。好，白棋贴。白棋是贴。他再把这两个挡死。挡死。这盘棋跟刚才那盘完全是两个路数。是。这个一开始就扭到一块儿去了。一开局就爆发了战斗。对，这个姜维杰肯定喜欢。姜维杰是力量非常大的棋手。小尖。小尖啊，长是先手的情况下，在小尖里，其实长本身先手，这个他可能希望还黑棋还是在这跟人补，这样他会好一点。你不补呢，这个地方我将来味道很多，你也不好动。这个就真的是看两个人的力量了。小尖的时候，黑棋拐。先处理好一边。然后白棋是刺了一下，把这两个子彻底看清，看清了。刺一下，不要了。刺完之后再点这个。对，这个是七星，可能也是白棋刚才愿意小尖的一个原因，就是你走的话，我小尖的位置好；你不走，我这一刺，你就头疼了。强迫黑棋必须要做这下交换。对啊，不然这连不回去了，挡就被挖死了。对，挡被挖。对，猴的话被一冲再打就来不及了，我就挡过来气了。就是打这个，对，然后白棋粘上，这样他还是只能粘，所以看上去到这儿，我是感觉白棋好像更棋形更好看一些，更好掌握一些。然后白棋搬一个，
再去尝过来。尝。这个杀的太激烈了。66，哇，这直接断上来了。这个断，单关分段也是很需要勇气的。但是现在黑棋周围厚，所以真的那就是决战了这个地方。嗯。想找到一个双方都相安无事的图，可能都就需要花点心思。嗯，感觉就是一言不合，对，大打出手，两个在这个地方突然就爆发这么激烈的战斗。嗯，这个下的太激烈了，刚才那盘的风格不同，长，贴，再搬。哦，这个搬倒是稳住了，因为断被打了，打死了，所以不。哦，那这样倒是。白棋似乎是可以先喘一口气儿，这应该暂时不至于死。补一个，然后双了一个，双这个是好棋，因为如果不双的话，再去什么拱两下就不好出头了。这个双呢，产生了出头跟挡下来两个下法。就是两点必得其一。对，就是至少说明黑棋也躲过了一点危机，否则如果再去这儿什么搬啊，再去这个什么的话，可能是要出问题了。这个再去比方说贴一贴，按照常理去走棋的话，那这个可能到最后出头就成为问题了。就这种靠啊什么的有一个冲，对，就没法动了。所以先双呢产生两个好点。嗯把白棋拐回去，这白棋拐也只此一手，基本上是挡下去，基本上只能拐回来。然后这个贴出来，杀的激烈呀！涛儿觉得这个战斗怎么样？谁会更有利一点？我刚刚是觉得白棋有利，但现在一看，似乎也很难说。嗯，这个黑棋贴出去，至少确保自己这块棋的安全。对，白这块就眼见还没活。主要白棋这块棋现在这个地方也看不清。嗯。这个太乱了，下次。哦，白棋去上面制造头绪，搬这个，这感觉是一个好的方向。这个上面有借用的话，一会儿对作战肯定有帮助。柯洁也毫不退让，直接留下。对，尝一个。但是暂时也没什么问题，白棋可能就是什么靠过来再压过来。哦，压的时候脱先了，天哪！这个压还可以脱先的这棋，这脱先，我去搬这个，就是意味着如果你敢搬这个，我就要把你杀掉。这两个人，这个太有这个激情了吧？这棋凶狠，江文杰去做活了，呼一下，然后挡下去，这里还是不敢脱先，对，还是太大了，死了。这如果脱先的话，黑加一步棋，那应该很危险哈。就算我点一个，应该也不好活。也不好活。看上去，因为做眼没用，做眼被加。嗯。没眼这个重要。所以去做活，那就是说两个人一致判断这个活棋要更大啊。虽然说那个二字头非常的诱人。我可以点一下。点只能粘吧。往回并。走。这个时候白棋还是不敢搬吗？这四个子儿的时候还不能搬这个吗？这个太爽了吧。这个搬很诱人啊。搬完之后再打全死了黑棋。搬的话黑棋先粘上。那我尝一下会不会是先手这立下来。然后这飞刺一个。心情太愉悦了，这个跟黑棋退比感觉有好大的一个价值。但会不会如果脱先的话，黑棋会不会不是吃在这儿了？会不会是吃冲下来了？就你这里有个子儿，是不是对活棋还是有点帮助？帮助是吧？对。但看起来这个子儿跟活棋，对，它肯定是棋筋嘛。但是棋筋的话，就是首先一点是跟这个地方有没有这个大。如果黑棋再去断棋筋，肯定不行，被打死了。就是看黑棋有没有可能直接冲下来。这个白棋加，黑棋搬粘，白棋就飞在这儿是吧？啊，也不好杀是吧？那有心情搬呀，这个心情上先搬一下再说。实战硬住了，
对，实战硬住了，黑棋往下拐。我估计姜维杰还对黑棋这块棋有想法。拐、哦、白棋挡、嗯。嗯，没啥用是吧？这个、还是。嗯。飞着活的是吧？是的。虎好像活的比较明确，但是被点了一挡。嗯，不如这个木数好。这飞的话，黑棋打完冲呢。对，所以这个地方打完冲，白棋往里跳。哦，他这个棋还真的产生作用了。打了一冲，我一贴，然后你靠住的时候，虎了有一贴了一挤、嗯，还真有用。对，看懂了，这样就看明白了。嗯、还真有点用。嗯，但是也是活的也很惊险。那我怎么感觉黑棋好像？下的挺主动的这一串，但其实这个棋如果白想活白虎又不也活了吗？对啊，再看我们说这被点了一挡，这立下来先生、啊、就是那个只剩下两目了、啊、对，他既然活嘛，反正肯定还是要大一点活的，是，嗯，打了一下，打了一下，打完之后跳出来，哦，这下也都不走了，哇、哦，这个他就认为不大了、嗯、是吗？太、嗯、太，只能说激情四射这盘棋。啊，白棋跳一个，白棋跳，嗯，黑棋跳，两位棋手都善战啊、嗯。然后这几个子应该搬一个加加气了，点一下。哎，这个点是弃子的意思吧？应该点，怎么突然就弃子了？搬。那说实话，我有点不太理解白棋的操作呀。嗯。那为啥不保留跳出来呢？这个地方。是。这我下步一靠，不是棋形吗？不会死呀！我至少先留着，先搬或者直接，或者先跳都行吧。他这个弃子了就，弃子黑棋、嗯，应该作为黑棋来讲，我也没办法。你送给我吃，我也吃的挺开心的，好像。就是没吃干净，是，对对对，白棋要走的话还能出来，但再出来的话就差一些了。嗯，那我觉得这一串黑棋好像还可以。很长这个，嗯，这长出来，哇，这里长出来，这个扳都不能满意了，看来对他来说，这个扳本来觉得非常爽，现在他甚至要立下来，这个。很有力量。这个立的话，黑棋实战是挡的。嗯。啊，挡了之后被搬。我这虎。虎它应该也是要搬的吧。也是搬这个。就白棋这两个不一定说一定要在里边出棋，对，它就是可能弃掉也可以。对，它就是把这个味道增加，头绪增加一些。嗯。那我们看实战，实战是挡在这儿。嗯，这个最狠，这个连你这个小妹妹搞事情。气比较紧。对，都不给机会。然后白棋是搬。嗯。黑棋跳，我白的搬这个。嗯。啊，这个比刚才那个单搬更狠的一点，它纠缠住黑棋，就是不给你这个脱身的机会。不过感觉这得需要比较精准的计算了，这要是算不清的话，嗯、可能全死进去了。粘上了吧，实战。对，粘上了。这白棋有把握吗？反正一眼看上去也挺凶险的，刚刚搬一个很简明，这个下去跟双翘吃见合、嗯、现在就是黑棋万一别连上了，这一连上可就没法弄了，然后再靠下去，嗯，黑棋挖大吃，嗯，粘上，嗯，激烈了，那白棋只能往下粘呀，或者虎一个，粘还是虎粘，嗯，粘这个，嗯，让黑棋打一下，白粘上，黑棋再一断，嗯，断，白棋我是有点跟不上了，这个我觉得好复杂。比较清楚的是，白棋如果打吃，黑打两下一跳、嗯，应该是没问题的，嗯，就白棋打吃，黑棋恰打粘上一跳，一跳，至少黑棋是不会死的，应该是先手双活那样，对，因为你挡的话，被我一扳打劫了嘛。嗯，所以这个黑棋、就是，黑棋如果挡的话，白棋啊不是我说断掉刚才啊断这个打两下再打、哦、那么大劲、哦、单挡的话，好像不如那个厚呀。这个首先我粘完外面气劲，就各种先手对断是最简单，因为现在双活黑棋根本就不担心，主要是对杀现在，嗯，
然后白棋就从这儿挖吃吧。没有白棋搬粘，白棋脚上搬粘，搬粘、哦。那我怎么没看懂这串白棋的用意是啥呢？怎么开始去搬粘了？搬粘，然后黑棋跳。那白棋不是崩了吗？感觉。现在是你连上，我连上，那不就完了吗？你断我走这个，这两个你只能走到一个，这地方我活着呢。他莫非有什么一路一路妙手吗？一路好手。哦，再从外面搞是吧？那这个结果白棋没有单扳好吧？感觉，他最后啥也没斗着。嗯，单扳下去还清晰。主要当时单扳不知道黑棋硬在哪儿，扳黑只能粘上吧。那我哦，他不敢往下冲是吧？长要断。长。可能看不清楚底下。嗯，确实这个局部可能坐在电脑前任何人都得好好大量计算、嗯、看不清确实、嗯。但结果下成这样靠这我感觉白棋是挺垮的。白棋是加。嗯。这个战斗太激烈了眼花缭乱。反加。啊。就是现在白棋唯一可以利用的是这块棋这四个字儿有点先手。嗯。然后就像是在这一贴对。他先断了断了一下这个、哦、把这个断掉。断这个。然后去贴这个。把白再贴。就是有点地方可以利用一下。嗯。嗯。然后再贴这个的话黑棋是只能粘吧。要不然这打完冲粘在哪儿也是个问题啊补在哪儿啊这个地方那实战补的是粘这个嗯厚一点这样的话这边的打了扳的先手没了打是扳的先手没了、嗯、也可以这一串反正白棋是获得利益是把这边捞了但中央有点薄这个地方也彻底没棋了感觉刚才扳一个嗯似乎清楚一点这个反正白棋就在想着怎么保命了怎么逃跑了。嗯。然后贴。嗯。哦这样白棋倒是跑得也挺轻松的是吧也没有什么治病的问题。嗯。那可能形势还是很难说这样。嗯。这个力确实我估计赛后姜维杰也得在这个地方多多再摆摆这看不清着很混乱嗯杀得太激烈了嗯贴嗯贴出来对对嗯结果上来看白棋倒是也没事啥都跑了反正嗯这将来黑棋小尖的话就不大了应该而且尖我冲了打先手是不是冲了诶、哦、不成立还是打死了应该有一个尖了一长是吧就这尾巴是掉的状态吗看一下看不清的对这一尖好像是能吃点能吃下一部分嗯不过这个倒还好了不是特别大了嗯可以接受嗯嗯天把这个地方走掉这是黑棋的权力这个好爽收的白棋虽然说可以苦活贴这个吧应该是对贴这个嗯贴这个嗯活是活了黑棋得往外走、这个、哦就把这尖扫这个吃了嗯贴一下嗯最终还是黑棋有所斩获但是白棋把这个搬过来了也是捞了不少这个那可能胜负就看这一带了吧对对对能围多少目数上能割下来这一串子儿应该黑棋还是不错的嗯主要就看后边这个这黑棋怎么走挺纠结的这啊打在这儿这儿嗯那就是要求全活基本上全活的话打在这里白棋就盯了一个嗯盯住盯住感觉好像是不太像是杀棋的意思就是守住得了嗯嗯黑棋拆二还是搬过来搬过来是吧、嗯、搬过来就可能是要那个断完打的时候打这个吧应该是、嗯、
打结，对，打结形成打结了、嗯、正常拆二应该，对，这黑棋拆二应该也能活吧，对，但他肯定觉得劫财可以，这打结如果成立的话，那可能直接就拿下了，冲了，所以他也打，然后黑棋是干上，嗯，好吃，可以打，黑棋是打这个吧，对，只能打这个，哦，这个天下大劫，这个是双方有的选的时候都是冲上去了，这个劫是不是谁打赢了预示这个棋，嗯，白棋打赢的话那黑棋得找特别大的劫才行啊，这太受不了、嗯、黑棋的话打赢白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图吃在这儿，把这个劫先别下到这么狠，吃在这儿、嗯、然后去找劫倒是有可能、嗯、对白棋的负担其实相对来说还好，没有那么重是吧，对，就看劫财怎么样了，这个两个人我估计尤其是黑的一方，当他可以选择去里边寻求做活跟打劫的时候，他肯定是判断的，他肯定是我至少是就算是读秒也会有个大概的判断这个棋是怎么样的，他肯定也是考验一下白棋，如果你吃在这儿的话那这个劫我必须打赢你，吃在这儿呢不行我还可以粘上，嗯，我还可以寻求这个慢悠悠的打劫、嗯、早知道这边要打劫的话这串先不走是没想那么远是吧，对，是白棋搬的时候啊、不是，是的，是白棋搬的时候可以冲那个的，冲哪个搬的时候啊，对对对，是，这人的感觉嘛，都是先把你的便宜先捞到，先走掉，怕走掉，如果按终极次序来算黑棋应该先打入是，但是确实人类可能很难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辗转的这么一个思路，嗯，然后白棋实战是打在这儿的，嗯，打黑棋是踢，然后白棋打，对，白棋有不少棋，打棋踢，黑棋肯定找这边的棋，这可以先粘上、啊、直接就粘上了，先粘上、哦、直接就打那个稳当的劫了，嗯，那这样的话他已经把这个劫白棋的风险又降低了，对，粘在这儿、嗯、白棋这里还有守一步，对、啊、还是个打劫，这个劫双方都降低了，黑棋也不会被提了那么、嗯、那么厚了，嗯，但这个劫黑棋不敢输了，应该空不够的输的，必须打赢，然后提提黑棋打，然后白棋是提的，这里边的劫不掌握冲一下，哎，没有吧，没有，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哦，打吃了，对，他肯定是先把这一枚打掉，吃，然后踢，白棋粘上，哎，没粘、啊，挖了一个，哦，他是挖的，对，因为白棋刚才打就打在这儿，所以他现在嗯压力小一点，嗯嗯、挖打吃，白棋是提，嗯，嗯，对，嗯，对，挖打吃提。对，然后冲了一下，冲一个，嗯，挡，然后提劫，嗯，白棋粘上，粘上，嗯，白棋不肯找这个粘了，损了，所以就找这个周边的劫材、嗯，那黑棋一会儿会不会断上来啊？点了一个，啊，不断了是吧？这个断是不是比较凶？断这个，对。这样就是说局部你可以把我打爆，但是你打不赢的话你就爆了、嗯、那黑棋现在有一枚两枚，我如果真的是一枚急了的话，一二三啊，这个可能得打掉、嗯、三枚肯定是有的，黑棋吗，对，就如果你敢往这儿打的话，白棋也没那么急啊，白棋粘到这儿也不行，那你有四枚，但是有可能是第三枚你不走的话，白棋可能反冲黑棋，就是第一枚第二枚，我们说如果送死的话、哦、这嗯这一枚、嗯、如果说黑棋劫材不够非要去里面冲的话，嗯，让你断，对，这是两枚，但是这一枚如果不打的话这可能白棋要冲了，所以黑棋为了这个劫材未必肯这么下呢，打掉里边有三枚哈，对，三枚，就这一粘有几枚，而且我怎么觉得、嗯，那个粘是不是劫？粘我可能吃在这儿了，这棋开就是消劫的时候，反正这个断是最凶狠的。我柯洁，我觉得如果他没去断，他应该也判断了一下。白棋其实没啥劫了，也就剩这里了，而且你挖粘两下之后，这个劫也少了、嗯，这可以考虑，我觉得。嗯。他那个点比较应该是觉得形势还不错，
没有选择最激烈的。然后提这个。嗯。哎，一路小尖。没有。哇，这个。先交换了，这边先交换了几个劫财，先冲了一下。冲一下。冲一下，然后提。然后黑棋就粘这个。啊。粘这个。黑棋感觉从招法上来看，应该是觉得不损木劫也能打赢。是，嗯，劫财够了。对，粘完提，感觉小尖了一个。然后小尖了一个，对。这也是找劫，只是找的艺术感很强。这个，哎，这我猴呢？猴一个。这不行吧？这啥意思？这挡被挡不完了吗？嗯，这是我看错了吗？这猴白棋下一个劫怎么着、嗯？如果你是挡的话，我一挡，他挡，再挡尖死了呀！挡你挡我打，那我脱先了，就双活吗？里面，那就如果说只剩这一枚劫财的话，那这个棋肯定还不如搬呢、哦对。对，他是准备爬这个，莫非、哦？他要爬是吗？爬你冲我吃，你再走的话，我挡先手，这四个字不会被含在嘴里。但这个木也不损啊，不少损啊，爬我冲才能防住你，单挡被我一挡着不行，白的，这马上就给尖死了，然后你收气也收不住。嗯，嗯，没看见了。尖黑棋是猴，然后白棋提的时候直接跳了，黑棋跳了一个。哦，跳跳是什么？白棋是就直接要说活了是吧？断一个。这其实是断。哦，直接要求全活，打吃。啊，这里是什么？黑棋是长，来冲一下，粘上。哇、哦，这两个人算清了吗？在对局的时候，这得好好看一下。哦，好像不行了，粘上是不是就死了？白棋，我粗略的算了一下，还不能现在粘，不能现在粘，得铺这个好像。这个次序就是黑棋如果能铺完粘让你爬的时候我能粘到这儿白棋就死了。现在铺。对我就说现在铺行不行现在铺。第一杆啊我也没看到后面打下的。铺如果你提了我再粘上你爬。铺黑收气白收这儿呢。哦对。那我打两下一拐一打一粘你上面死了。瞬息万变。我打这个拐先生打一路先生一粘就死了。所以这个地方得看一下怎么走的。他实战怎么走的在这儿在这儿的这次。实战是黑棋拖了一个。哇秀了。秀了。拖的时候。拖没啥用呀。拖的时候白挡了一个。啊白挡这儿。白挡黑棋是提。我没看明白他挡为什么不挡呢哦我看明白了他这里断但断不着呀哦看懂了、嗯、这个终于看懂了挡的话它其实也一样挡提这个尖的时候它才断也防住了但是这个棋杀了这么乱反正都挺晕的大家、嗯、对对提是没问题提这个然后扳住虎嗯对爬那他这个尖损的还好没损很多退回来啊最后就是黑棋把这个活了白棋从这儿也回去了双方相安无事这黑棋刚刚如果是刚按照我们那个图嗯但是扑可能还没算清扑白棋就跟你提了没算清呢还那就粘上粘的话白棋这打八大棋不够了对所以还在计算当中没看清那他这个地方挡没用那他尖还行这个地方就这个尖好像还好、嗯、因为这个挡能挡下来只有一段 嗯那就还好然后是加嗯加这个白棋是立做眼儿就活掉了嗯就活了先活这样是黑的就够了是吗等于因为这个劫到最后的话等于说黑棋除了活了两边的空白棋都走着了这个木也没有什么损失嗯它就是这样就已经够了、嗯、等于说
柯洁是这么判断的吧？应该。然后下哪儿了？我挡死。跟这个池讲话。小尖，对，二路小尖。把这打回来，这再说。先团了一下，上面。哦，然后吃回来。对，然后吃这个。嗯。黑棋粘上。嗯。这基本上就是。粘上。点木了，粘这个。嗯。然后团住还是粘上了？团住。团住。嗯。白棋挡这个。最大的。哎，没挡。立了一下。立一下，对。这都是先手全力。然后立的这个，这个棋是逆收，逆收五目，逆收五目有这个大啊？这还被一拖是吧？还被秀了一下。粘粘。如果是补这个呢？刚才补还挡不住被搬。如果算就猴怎么样？黑棋把那个搬掉，这样看一下是不是输了？十、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二、十九、三十、三十三。四十五，五十五，七十目上下白棋，嗯，黑的十、二十、二十四、二五、三十五、三十三、三十九、四十一、五十一、五十二、三十四，啊，黑的还是赢，还没十目以上了，嗯，那也就是把中间吃完之后，就当然是黑棋好，是吧？应该是黑棋好，因为其实黑棋后来的话。就这一代的交换并没有得到。我觉得刚才打劫好像黑棋还下得挺稳的。嗯。这本来当时黑棋叉二的话这边还没目呢。就当时如果不搬的话。不是，我觉得打劫没问题，打劫之后后来应该也有这个比较。就像刚才我说那个段，我觉得白棋也挺紧的。嗯。但是他我觉得柯洁应该是觉得。判断清楚。对，只要活了应该就够了。后来是什么，一力被一拖出事了，是吧？立一个，然后黑棋是、哦、这还下来妙手出来，然后白棋扳住，这个冲被挡住了，真是，这个官子是便宜非常多。那肯定的，这把白棋先手做成这样，对，真是，嗯，那这样应该黑的妥妥的，应该要赢了吧？这样黑的是，啊、哦，黑棋，这是最后一手棋，哦，已经下完了是吧？哦、对、哦，黑中盘胜，哦。就是差不多是盘面十目是吧？十目可能还要往上一点。嗯、对，大棋盘点的也，对，但差不多应该是盘面十目肯定。这边主要这边吃子比较多，没有上一盘好点。嗯嗯，应该刚才粗粗一点的话，盘十应该是肯定是有的。嗯嗯，那这盘棋最终是柯洁获得了胜利、嗯、啊！这盘下的双方都很精彩，从刚开局一直站到后面，属于大杀。大杀小输，小输赢，对，一直在这个战斗，是，嗯，很过瘾，我们看的也很过瘾，嗯嗯，啊，那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嗯，欢迎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再见，嗯。